看他们几个小妹今天谁有空，刚好他有空。我后车上打开都是备胎啊，不是只有一颗。比方说傅凯前一阵子他本来应该拿一次讲座的，我就跟他讲说中华路有菜卖。你怎么会那么在乎？如果中华路找不到，市民大道有几家？他居然买得到。